我们的第一支影片。大家好，我主理负责导演的部分，然后兴趣呢，上大学之后的兴趣呢，还在找。是林威，负责的是编剧。我在这组里面负责的是剪接师的工作，我叫陈淑莹，大家叫我凯西就可以了。Hello， 我是苏萱，我在这组里面是摄影师。虽然没拍过任何电影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我是马来西亚乔森，然后我名字叫郑瑜，我是这组的灯光师哦。我是没有演过戏的演员，我叫黄日涵。是吴志毅的童星，我是乔森，来自马来西亚，我兴趣是画画。我是艺画系三年级郑同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宇，是希望分数老师可以给得很甜，老师请多多指教，拜拜。我的名字是董俊豪，我的兴趣是打羽球。我们是石人，石人，石人，石人。